近思谷队出场很有气势，肢体动作展现力道，一下要直，然后一下要然后麻布啊，就是那个重心要转换这样子，对对，就是还有要转圈要怎么样转得漂亮，这个刚开始比较挑战一点。上午进行总彩排，总指挥慈月师姐仔细叮咛，每个细节都不放过。整个楼上才刚刚地标都贴完，那我们现在整个走一次。艺联会二十多位成员参与演绎，演戏是专业，但演绎多了份虔诚的心。要先感受场地的气氛，然后再慢慢的把自己从那些音乐的那些东西，把它带到现场，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入金帐。对他们来都是很新鲜，什么都是很新鲜。那尤其加上大爱台的灯光啦、什么，这又很专业，所以他们是既期待又兴奋。参与的人员卯足了劲，演绎好自己的角色，期待能够传达吉祥乐的精神，行善尽孝。大爱新闻将军李月维台中报道。